正在拍摄紧嘅新剧《踩过界二》，幕幕精彩，动作戏连连。呢日张震朗同姜丽文拍摄嘅一场楼梯打斗戏都唔例外。奥运同 Leslie 知道有得大展身手，都话好兴奋噃。今日系我第一次，我之前即系追贼啊、拎枪嗰啲我有，但系真系打咧，系今日系第一次，觉得好好玩，好兴奋。我知道好兴奋，好兴奋。系咪 send 埋条片俾你先生睇？系啊 ，send 埋俾阿爸啊 ，family group 啊，跟住即刻话系咪好型呢？咁样。今次我嘅，我今日都系做呢样嘢。呢个新人俾边个？我摆埋上网添啊！你係咪叫你先生小心啲啊？係啊係啊，即刻同佢講你唔好蝦我啊！而歐文就好希望有一日可以拍動作戲咯。係啊，不嬲都係啊，即係我自從拍完《包青天》之後咧，就好似上咗癮咁樣，就好想即係拍到一套動作片咯。咁啊，因為可能即係跳跳扎咧個人咧，咁趁後生嘅時候，喂快啲拍咗佢啦！即係如果再年紀大啲，可能都頂唔順啦，要怪我嘅。對於不是經常習武的人來說，拍攝動作戲難免會整傷自己或者對手，面對著這個潛在的風險，歐雲就說沒有怕噃。因為再危險的受傷都試過，即是天天來那些機器啊各項東西啊那些，所以剛才那些戴文已經過了，剛才那些就都 OK 的，都 handle 到的，同埋佢做好曬，即係冇事，佢哋都俾曬啲 pad 啊，你去做足安全措施，所以冇事。你知唔知我啱啱咧？我用嗰啲叫做咩鐵嘅 pipe 啊，鐵通鐵通咧，我要打人啊嘛。但係啱啱好佢依度有 padding， 依度有 padding， 我就啱啱好打咗人哋冇嗰度啊，兩次。對唔住啊，一次係 KT 啊，係啊，對唔住。你知唔知我當我啱啱嚟到嗰時，我已經知道咗呢一件事。我都有你同你講咗。已經同我講係啊。哎呀！傷咗未啊？傷咗，佢真係成個鐘佢咁樣唔到咯。但係而家佢話 OK 翻，但我都少少唔信佢，我都對唔住。即刻要交換電話，我真係唔好意思。即刻攞個電話出嚟。唔好意思啊，真係啊。OK， 同埋通常咧，即係打戲咧，打嗰個永遠都係比被打嗰個緊張。因為打容易打傷人啊嘛，你被打你都可以，喂你有搞錯啊！你打到我，即係咁樣啦，即係唔同啲嘅壓力會大啲。即係你寧願係俾人打嗰個啊？都如果係舞師係咯，因為知道佢哋會就住啊嘛，有信任啊，但係我唔信自己啫嘛。